我现在开车去接那个。哎，大家好。哦，走错路了，啊，这么走吧。哎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开车，去接一个装修的老板。他呢让他上那个。新房吧，新房下来了，让他看看，这个房子的装下来的造价是多少，让他做一下价。做完了以后，我就把这个工程就包给他就行了。这段时间要是我估计看明天能不能进场，我估计可能明天进不了场。如果要是明天进场的话呢，这段时间我就不更新视频了，我多少也得，跟着点儿。跟着装修，现在我就到他们的小区。他不来呀，昨晚我就觉得，我说我拉着你去吧，我说你就办你的事儿去吧，你抹的香啊，香，我啥也没抹呀，没抹可这香啊我洗你，头来着，哎，洗头，这是直行线，直行，没事，这是你们家吗？对，我这是卖哇，我，这个小区不错呀，这小区是阜宁最好型，现在多少钱一平了？现在，要是都是二手房了。得1万块钱左右吧，一平米。一平啊，1万，那你当时买是多少钱一平啊？5880。哇塞，现在可好。我那房抢着买，我那个房，都找到我们找到我那小叔手去了，160万，那我没卖，那个我这卖了能挣60多个。哎，真行。因为多大平米？我那135的，啊，好，正好135带露台。还那是二楼带露台，就是一楼是小院，我二楼是露台。好，反正普通的小区装修，我就认为那个户型挺好，哦，我就买的这样的，还找人买的，买不着这户型。哎呦，现在阜宁的房价都那么高哈？现在就几万这一片儿，就这一片儿房价高，就几万这一片儿，其他的不高，其他的不高，都到8000。你现在关山跟观澜精装是9000多，我精装啊，你就拿笤帚上炕那种事儿了。对，带中央空调，然后那个3米3的举架，屋里所有的东西就是。这举架这么高吗？家具不给预备，然后你就自己把家具配上。3米3举架，三米三举架就够高的了。够高啊！带中央空调，还中央空调，对，9000，那个最大和最小是多大呀？最大的130多，最大130多，都小九的小三居的。哎呀，那个130多是最，我觉得130多的房子是最合适的了啊，最好了。那个厅，我那是厅也大，厨房、餐厅，都挺，这都大，卧室也大。那个原来我们单位不是也是集资盖房吗？你知道我们单位那个房子在哪儿吗？就是那个淀粉厂那个小区。旁边那个红的那个，那个就是我们单位的我们单位房子，当时是600块钱一平米，你还让那时候涨啊，那600块钱一平，后来就合那600块钱你要了吧，而且呢还再给你补给你1万块钱，还补给你1万块钱，就合着我们这个房子才多少钱，400多块钱一平米。哎，那房子嘛，哎，刚完了，房价不就涨了吗？呼涨了。我问我这房子就给一小二小的一个老师了，哎，那人啊，我给他二小哦，他一下就赚了，赚太多了，我就后悔了。其实我就后悔了，我也后悔了呀，赚太多。我当时为啥我赚这么多钱没卖呢？就是我喜欢这户型，因为我每个小区我都盖过，就是他所有的户型我不喜欢。还有说我这个二楼站露台，其余的小区都没有露台的。而且我那露台吧，就是从屋里直观的那种，就是落地大玻璃，从屋就能出去个门。像后期5期的露台，就是跟垒那个监狱似的，那个垒水泥，
然后出去那个视野上也不好，我就不喜欢。但是我那户型后期没有。你几楼啊？二楼，我那是二楼。二楼好，六加一。其实一楼也行，一楼真买不着啊。我们那个我一楼不买啊。我们那得平米的，就是两个楼门，都是人家那个一梯，有人买的。开窗户啥也不得劲，你还得让他出来。看看到这个位置，对，这个着着的窗能开了，那你整个这个大玻璃都挡黑，那你和古的这采光你不要这个，你这样能让凉的不有窝，你要这一打这边光进不来，这边光打不了这边的。你那意思我这边是通着的，我不想让它通啊，这房子我不想让它通，因为客厅跟卧室都通着。你不想通啊，就这样打也比那样打墙上做工好，对不对？你窗户灯光亮都能打进来呀，是吧？那你是怎么个意思？然后这个呢，两个开门，这两个特有的行吗？你灯光不全进，阳光不全进来了吗？你看啊，咱也说我从这块给你做一个柜子，是吧？嗯，做到这一块，然后两你单间搁一个。不是，那么多小的柜子太小了。你我跟你说啊，这有一个，它这个长，你这个呢是宽400就行，你这样400，啊，你看你做到400，然后调过来，这边是主卧，这个就行了。像我跟你说这个是。像我跟你说这种是最省事的，然后我还可以把这个主要给你锯小一点，这个光就往那边打，多还多的，这还省得耐手，对，锯点，然后这么过来做这两个拱门，完了这个拱门还能大一点，多锯一点，剔一点下也行，这不就是成，然后这要是成不墙就锯不了，不是成不墙，我能剔一点下来，你真正是最合理。